人生其实有一个总结和落幕。他在脱口秀，他的幽默感就是随谁。第一眼见到特别有印象，然后你也喜欢他这个个性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咱最需要这样一个有新意的题材，但是要有特别好的影像表达。看之前这个节目，可能是我在扛着旗，接下来我要把这些旗帜交给导演。今天我们开机了，大家真的非常辛苦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好好的完成这一部作品。对你们宣传的那句人的灵魂只有一样子，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么一样子，需要自己找。你怎么每天都不笑啊？你能不能笑一笑我啊？我讲段子的时候希望抛出去的每个梗都能笑，交朋友也一样，给朋友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要简单直给，懂？是被爱情判了死刑的人。我恨我自己不能表达，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去感受。我不想耽误你。文子文，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和我都没有感觉，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文子，我爱你，特别认真。我现在还是很想逗你笑，逗你的抒情障碍笑。就也许你十岁的时候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觉得为什么他不伤心呢？我唯一需要你帮我惊喜的就是最后那一下。你在我这儿是有什么豁免权吗？他是我爱的人，他怎么敢说话的？你说这人是谁？是我们俩吗？不还是你自己吗？啊，高总，谢谢，哇，说这么好。哎，辛苦了，谢谢赵老师。沙琪快乐，快乐。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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